星期天，好，复活日最后一天。那今天我大概就是拿这个做重点，就我们就讲的讲，不要太像我们上一次的太多的资料。耶稣复活。有两个不同的立场，我们看这个耶稣的复活，我们说一字面有很多很多的是一字面在里面写的是这样这样的，那耶稣那时候复活的应该是像这个啊，是吗？另外一个立场，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看到每一个福音里面的所描述耶稣复活不一致，可能我们应该是怎么去了解。好，耶稣复活，我们到现在呢，如果我们说找一个证明，耶稣复活从圣经里面，我们只找到两个：一，坟墓已空了，坟墓空了，以后呢，第二是显现。那这个的显现是耶稣本身显现给门徒，给其他的人，或许其他的显现，天使显现。也天使显现告诉他们说他确实复活了，所以只有从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来看，找一个证据，怎么说耶稣复活，就是这两个，坟墓空了，也有显现。但是这个坟墓空，耶稣的复活是历史吗？如果我们说一个历史的事件嘛，为我们来说，它确实历史事件，但是。没有人目睹看到耶稣本来是用那个白布脸布包起来，他怎么转过来以后呢，再转过去以后呢，这个的白布脸布就揭开以后呢，就这样走上来以后呢，他就从坟墓里面走出来，这个的世界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也没有跟我们讲。对，所以我们如何来了解复活的事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历史事件我们没有看到，没有人报告，没有影片，没有人做自拍，看到耶稣看了，呀，耶稣复活了，看到星期五的时候耶稣在那边背着十字架，以后呢有人就传给他，就拍在那个链布上，哎，这个自拍，对对对，拍在链布上，哦，这里有一个自拍，对。好，星期五的时候我收到一个人传给我，耶稣说呢背着十字架很痛苦的，以后呢士兵，哦，罗马士兵，以后呢他拿着他的手机，耶稣看过来，耶稣好像很痛苦，以后他就就拍照了，他传的那个耶稣背着十字架，以后呢下面就说，如果先耶稣以现代的那个我们现在的科技来看的话呢，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好，看到什么事情，实拍自拍，我不管你那边的事实，那个事情所发生的是什么样怎么样的发生，我不管。但是我先自拍一下，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可惜没有人在那边自拍，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的历史事件我们就不谈，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的复活以比喻来了解，以比喻，那我们说那个比喻来了解，我不是说耶稣复活是一个比喻，是事实，但是呢我们就不谈这个的事实，因为没有，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的复活。那我们说比喻，
耶稣的比喻，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比喻。那这些的比喻是历史性的吗？比如说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他从拿撒从那个耶路撒冷，他要下到那个不是，他从耶利哥要上那个耶路撒冷，经过的那个路上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被鞭打了，被什么的，以后呢，有其他的人就越过，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就来帮忙，有。历史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做吗？可能没有，也是用比喻。那因为他是用比喻来讲，所以他所讲的是不对吗？是对，是事实，这个比喻是事实。以后呢，我们说那个浪子回头，真的是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以后呢，他的老幺把他的财产是一半带走了，以后呢就在里面还光光，以后呢回来，以后呢说了这些事情，以后呢父亲也给他穿了什么长袍，以后呢给他鞋子，以后呢在里面开一个 party， 是真的有吗？可能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所以耶稣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吗？真的，这个是真的。他要告诉我们背后有背后的意义，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证据耶稣复活的那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问的说，那时候发生是怎么样的发生啊？那么以后呢，我们在那边看到了圣经里面福音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细节，以后呢我们说这个是不对，你看马尔古人那边讲是这样，马窦也讲了大地震，以后呢马尔古跟马窦里面说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说不是人是天使，那他不只是一个天使，是两个天使，到底是谁呀？到底是哪一个是对呀？那如果是不对的话呢，我们就不用相信，是吗？还是相信？相信里面哦，我们继续下去吧。有的看这个的细节，但是呢，我们就不要把那个细节看得太仔细了，以后呢，到最后呢，我们就好头痛啊。到底是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算了，这个的太多的细节都不用。我们抓住，我们可以懂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读了一个字，我们不懂，以后呢，我们就死在这一个字里面。为什么这样？但是呢，这个字如果我们越过的话呢，其他的我们懂，但是我们还不愿意，我们还是在那边。我们抓住我们懂的，那如果这个我们所懂的给我们一个力量，我们就用它吧。文字叫人死，神叫人活，所以圣神在我们心里就会相信。对，好，在这里，耶稣的坟墓是否在耶稣坟墓里面是否有一个天使马尔古跟马窦，或是两个天使路加？那耶稣那时候的事情发生的是不是在耶路撒冷？按照路加，一切耶稣的显现都是在耶路撒冷，或是马窦的版本在加利利亚，马尔古也是一样说你们要回到加利利亚。啊？那写说要到加利利亚，在哪里？我先你们去，我在那边等你们。那对加利利亚，到底是哪里？也是复活之后，路加说耶稣一直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其他的福音说。回到加利利亚到底是哪里？细节看着吧。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为什么他去加利利亚，那为什么路加把复活的耶稣一直放在那个耶路撒冷？因为他的故事是不，他所 写的方法是不一样。一切按照路加，一切是从加利利亚开始，耶稣的诞生在哪里？按照那个路加是在白兰，对，在白兰没错。但是，等一下 ，anyway， 对，就是从加利利亚开始。以后呢，耶稣复活之后，也是从加利利亚开始，他写他的福音的那个第二本书的时候，那个《中途大师录》也是从加利利亚，所以他死了，留在加利利亚，以后呢就出去。
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一直留在加利利亚，他没有跑到埃及。在马古福音、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没有跑到埃及，他在耶路撒冷完成了所有的法律的要求以后呢，他们就回到拿撒勒。所以不同的，他们的背后，他们说要呈现的给我们是不一样。好，保罗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的复活，我们看这个的细节就算了，我们就要看一个事实。福音是不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耶稣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是怎么办？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没用。我们的保罗也跟我们讲，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宣讲的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一样，也是空的。所以复活这个是为我们的信仰基督宗教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越过历史的问题，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的历史。两个天使或者一个天使以后有没有立证，哪一个证据？我们不要问这事件是否真的发生的，我们要问的这事件为我们有什么意义。好，我们继续。历史跟比喻，这个是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们是以比喻来看，不是说耶稣 的复活是一个比喻是真的，但是呢，我们如何去了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了解，用比喻。好，如果它是历史是应该怎么样的，如果是比喻，比喻我们就看背后的意义。继续，两场的撒玛利亚刚才已经讲了，在这里重要的观点应该是在这里，比喻是真实的，它不需要历史的证据。比喻是非常的重要，它不需要历史的证据。那如果我们以比喻来了解耶稣的复活，它是真实的，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是在那时候是耶稣怎么滚过来的，不需要。对，好，马古福音中耶稣复活的故事，马古在新约圣经中给我们最早的复活，耶稣复活的故事，因为他是最早的，所以他所描述的耶稣复活非常短，好像只有三节。那马古的福音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也会让我们有一点的惊讶，为什么是惊讶？只有八节，我说三节是错的，只有八节。马窦二十节，路加五十三节，够旺最长的五十六节。好，如果你们看耶稣复活的在那边故事很长啊，耶稣不是在那边显现给谁给谁给谁吗？马古福音里面最后一章的结束是在第八节，你们看一下第八节，马古第八，耶稣跟他们讲了，你们去告诉门徒们，我先在加利利亚等他们，他们在加利利亚会找到我，会看到我。以后呢，妇女们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害怕，他们没有把 这些话跟任何人讲，他们害怕。福音就是在这里结束，马古福音就是在这里结束。那后面的呢？后面的是后人，他们就看到说这个的福音哦，结束的太突然，结束的太突然。以后呢，他们就加上了耶稣的显现，耶稣的升天，看起来完美。但是这个的完美的是后来加上的。耶稣马古福音里面的结束就是在第八章，他们离开了坟墓，害怕，他们就没有跟任何人说。第八节。好，所以在这里马古没有告诉我们报告耶稣复活的先见，所以先见没有，是后人给的。
在他的福音里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复活的故事的结束非常的突然，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好，我们就看一下那个马尔谷跟马窦做一些比较。在马尔谷福音里面，玛利亚马德勒纳、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门买的香料，这个这三个，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去那边要去帮助给耶稣的遗体要复原，但是呢，他们在路上在讨论谁可以帮助我们呢、啊？把这个石头也滚开呀、啊！当时他们一到的时候，哎，这个的麻烦没有了，因为墓门已经开了，墓门已经开了。这个是马古，马窦呢？马窦他加了两件事，我想刚才没看到了，他加上了地震跟天使。那这个的地震跟天使，天使将来的马窦将来以后呢，把这个的石头打开滚开，打开以后，马窦他也加上了士兵发现了，他也看到那个天使下来把那个的石头滚开以后，他就害怕了，以后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司机长们，司机长就跟他们做了什么，回头他们以后呢，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他的门徒来把耶稣的遗体带走了，啊，所以这个是马窦，在马尔谷里面有一个少年坐在耶稣的右边，穿的白衣，以后在那边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惊慌，你们寻找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啊，马窦说，这年轻人，这里说一个人，在这里马窦说这个他不是人，是一个天使，有一定的改变。路加他不是一个，是两个。所以呢，刚才就提到说，我们要看的是到底是哪一个。在马尔谷，他们有一个使命，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往加利利亚。他们要往加利利亚，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个承诺什么？他们会看见耶稣，坟墓空了，他们有一个保证，他们会看到他是活着。你们天使不是跟我们跟他们讲的，他是活的，那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呢？你们去加利利亚，在那边你们会看到他，他确实活着。好，这个突然的结束以后呢，在那边就加上了，后面就是加上的。这个的结尾这边就比较，马窦跟马尔谷他们结尾比较漂亮，这就太突然，以后呢就加上了。OK， 这边。OK。好，这个的不同，在路加是在耶路撒冷，马尔谷他们就跟马窦到加利利亚。OK， 这个加利利亚的意义是在哪里？你们要回到加利利亚，我们已经看到了门徒们走到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们是怎么样的，是失败的一群。那如果我们做学生，如果我们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应该怎么样？重来，以后呢再考一次。他们也是一样，所以回到加利利亚，对，回到加利利亚做什么？再走你们曾经走过的路。以后呢，你们在走的时候，回顾老师跟你们讲的是什么？这个的意思在这里，你们回去重来吧，重来一次。你看他们去了加利利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耶稣先签给他们，他们就确定了，他们就接受，就认识了，他是。耶稣所生前所讲的，好，这个的比喻，我想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好，在这里，复
那个福音中里面的四部福音里面有共同点，这个的共同点说耶稣活着，耶稣还活着。以后呢，刚才我们所看到犹太人的想法，如果是一人是被惩罚，天主会照顾他，生前会被照顾，他不会死，但是万一他死了怎么办？天主给他一个赏报。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所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他一人被惩罚被侮辱，他仍然死了，那怎么办？他死之后，死之后得到一个赏报，这个是我们肯定的。好，讲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玛利亚马德勒纳，我想我们圣善堂的昨天已经跟大家已经分享了，那其他的堂的我想讲一点点那个玛利亚马德勒纳。那玛利亚马德勒纳为什么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来自马达拉的玛利亚。马达拉是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那如果我们去那个加利利亚湖的时候，我们从拿着了，我们坐车，我们从山上要下去到了那个加利利亚湖，我们一下去的时候，对面前面是加利利亚湖，加利利亚湖跟我们这里的路，那个马路中间这里就是马达拉，有马达拉。那马达拉是早期那边是一个也是渔村，渔村。那除了渔村，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燃料，他那边燃料就是燃料，就是把做衣服的什么，那燃料是非常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在那个马达拉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是很有钱的，所以玛利亚那个马达勒纳，来自马达拉这个玛利亚，他应该是有钱的，富婆，那他是富婆。但是呢，他有没有结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孩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女性。好，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福音里面有14次啊、哦！我今天讲的比较简单，我昨天就说14次，以后每一个人都看到我14次什么意思啊？14次被提到。那这个14次里面的8次被提到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妇女被一起被提到的，八次，跟其他的妇女被提到的是玛利亚马德勒娜是在前面，玛利亚马德勒娜，另外一个玛利亚跟其他的妇女一起跟随着耶稣，啊，所以8次、哦、被提到的时候，他是在前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玛利亚马德勒纳是这群的一个领袖，一个角色，领袖的角色。那如果8次被提及了，他跟其他的妇女还有几次啊？6次，还有6次，5次，他5次被提及的时候就是单独的，他是单独被提及。但是呢，单独被提及的时候，他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一个人到了耶稣的坟墓，有了在坟墓就遇到那复活的耶稣基督，5次，还有几次吗？还有一次。那这一次呢，是在罗马福音里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应该说耶稣的奶奶，哎，不是奶奶呀，耶稣的阿姨。耶稣爱是什么名字？我们就可以看的。如果我们看的话，应该是耶稣的爱。耶稣自己的家人，当然是先被提的，他的母亲，他的爱。以后呢，玛利亚马德勒纳是后面，是唯一一次，他被提到的是在他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当然是在耶稣的家人当中，他是排在后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马德勒纳她有特别的位置。好，玛利亚马德勒纳她是罪夫吗？我们常常说玛利亚马德勒纳是罪夫，她应该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把那个罪夫跟玛利亚马德勒纳连接在一起？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路加福音的第7章，如果你们看的话，在哪里有一个罪夫
一个罪夫带着什么？带着香料，珍贵的香料，以后呢，把这个的玉瓶打破了，打破了以后呢，把那个香料，等一下我等一下你可以问，然后把那个香料敷在耶稣的应该是脚，以后呢，用他的头发擦干。这个妇女无名字，没有名字，但是她却是罪妇。那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耶稣宽恕他的罪过，得罪的赦免。这个的故事结束以后，接下来就是提到玛利亚、马大勒纳跟其他的妇女。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说，玛利亚、马大勒纳曾经从他身上被赶出去的七个魔鬼而已。所以被提到的是玛利亚马大勒纳被伏魔，有七个魔鬼。那这个七就是告诉我们说，玛利亚马大勒纳她受了这个试探非常非常的重，好像是全部的最完美的试探就是在她身上，以后呢她就得救了，被耶稣所救的，就是这样的而已。那受试探呢，被伏魔，我们是受试探。那谁没有受过试探呢？我们都是啊，我们都受过试探啊。那如果我们说失散，我们就是罪妇吗？对不起，也不是。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把那个玛利亚马德勒纳跟罪妇连接起来。我们去年在那个前几年，不是那个慈悲七年，有一个祷文。那这个祷文我们就看到，就我们愿我们像玛利亚跟罪夫怎么样的，去年的那个祈祷忘记了，但是把那个罪夫跟玛利亚马德勒纳放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教友就问了，为什么神父啊，我们教宗把玛利亚马德勒纳跟罪夫分开，他不是同一个人吗？所以我们的教宗真的是，他可能也是故意的，就这样的说，这罪夫跟玛利亚马德勒纳确实不同人。一个从去年好像2000年吧，教宗就把玛利亚马德勒纳的纪念日升级为宗徒的庆日，跟宗徒的同样的地位，庆日。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马德勒纳他有不同的那个地位，不同的地位。那我们就看那个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在那边有写的另外一个面目，有关玛利亚马德勒纳。玛利亚马德勒纳是耶稣的妻子，你看到为耶稣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到最后呢，他就抱着跟罗瑟阿里马特亚带着玛利亚跟玛利亚马德勒纳跟他妻子跑到哪里？跑到法国去了。对，这个是达芬奇密码里面，好吧，我们看这个的故事很漂亮，很美。他写的那个他的写法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买了达芬奇密码，买了这本书，我一看我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就是要把这本书看完。你看完了一段，这个的好奇心哦，就一直那么说，哎，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去看。我就这样的一下子就把那个看完，非常非常的漂亮。不过故事书我们可以享受，但是这个不可来影响或是代替我们的信仰，不代替我们的信仰。别人可以讲的说，耶稣有几个老婆算他了，耶稣是同性恋算他了，他可以写了，可以说啊，没关系，随便你们。但是这个不会影响我的信仰，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之间 就够了。所以我想我们对玛利亚马大勒纳，我们应该帮忙去告诉别人，玛利亚马大勒纳却不是罪妇，她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女门徒。好，我想我们的就到这里。我们就因为玛利亚马大勒纳她看到这一切，看到耶稣复活的事实以后呢，把这个的消息也给了门徒，门徒们到最后就把这个的好消息传了，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以后呢到世界 各地，又到最后传了到我们台湾，到墓葬复活堂，
有小猪就在那边就信了耶稣，以后呢到了其他的地方啊，我们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今天就会在这里。感谢有玛利亚马德勒呢把这件好消息也传到我们的。好，我们就唱阿肋路亚吧。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我再唱一次，不要惊慌，不要怕。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去告诉他们读，他在加利利亚等他们。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